never asked you your name. Max. My name is Max. Hello， 大家好，我是喵女子。上一期视频呢，我们也是把基本所有的支线任务差不多都已经完成了。而这一期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主线任务，基本到后面基本就是几大主线任务了。主线任务是稍微有一点难的，但是我也把攻略给大家做了出来，也是自己经过了很多次的尝试啊。而在这之前呢，大家可以把废土的一些油井啦这些任务全都做完，这样的话废料和升级车都是比较方便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期的精彩演出吧。好了以后，他会就是每次进大本营的时候会补充一下这个燃料。接下来我们就不需要再走了，我们就直接来到这个地方，已经补充完了我们就走。谢谢 Rap 送了700个金币，谢谢梦魇送了一个比心，谢谢随着风而转，谢谢李轩的妈妈送的金币。主线任务走起。我们还是这个什么意思？他这个路是必须按他这个路走的，要不然的话实在是不好走，特别的不好走这个位置。它里面全是垃圾，如果我们要强行从这边过的话，你会花上比在路上绕着走的时间多这个五倍左右吧。开始的地方一步一步向汽油站进发，现在也在汽油站比了两次赛，拉不倒啊，我也想拉倒啊。OK。汽油镇的竞赛相当的困难，啊，我体验到了。他这个是真难，是真难，不是假的难。应该是有两个任务的，那先去把任务交了吧。Hello。今晚就比赛，哎，我感觉就这样就仓促的比赛了，有点方啊。哎，这老大哥浑身放的电动炮也是醉了，我不玩吃鸡。Big weeks alike. Behold, what treasure is bestowed upon us from above! Oh, yeah! 这里面的人的身材都好好呀，不得不说，连个胖子都没有。这人身上灯泡还是我们之前任务给他拿回来的呢。我天哪，我的脸上怎么这样啊？世切希望。The teasing, the pleasing, the concubine. Oh! 啊，奖品也是女人吗？哎呀！哇哈哈，他这个扇子感觉有点厉害呀。All these riches still have but one keeper, our beloved champion,
斯坦克吉姆啊，哎呀我天哪，老大你，哎，地中海嘛，哎哎呦，哎呀，哎呦呦呀，单挑没输过。这个妹子的身材，哥我看了一脸懵逼。But alas, a champion's fortune.不过真遗憾啊，那位勇士的生命已经要结束了。不过今晚一切都会迎来最终的结果。为了你们的利益，为也为了他们自己，一位勇敢的战士已经发出挑战。我吗？不过今晚一切都会迎来、干啥？这啥东西啊？这啥吗？我下不了车呀，完了。谢谢绝技送的金币，谢谢朋友们。哦，我选择退出。我去，啥不懂啊？哎，打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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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一个任务当中呢，我试了很多很多次，就是无论是改造轻便捷的一些车，或者是改变一些比如说重装甲或者重速度的车，基本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其实这款游戏就是在这一幕当中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前扔这个插标，就是把那个车提前炸掉就好了，不要是等，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直接开始狂扔这个标，然后只要它好了马上进行第二次，不要跟它周旋太久，也不要说是为了追上它然后再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会特别耽误的时间。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过的话，其实车身基本不用动的，可以减轻一下车身的一些重量，然后上到比较轻，就是重速度的，然后一直跟在他的车后面，不要去打那些旁边的小车，直接对着主车一顿轰炮，基本这一个任务就算是过了。哦耶，哦 come on，一拳都没有搞掉他。哦耶，我头像卡住了。谢谢玲玲送了一个六分了，谢谢白宇送了66个100金币啊，天选之子。进去两个，出来一个。啊！我要和这个妹子打架吗？不要吧。为啥我们俩要打？Got no quarrel with you. No matter what, boy. Them is the rules, and your wealth be mine. 咱俩还是刚刚还是队友呢。
在打到和这个妹子对打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着急，就像我这样一直在这边对她出拳是没有用的，因为她有一个闪躲骂的技能，就是只要你出拳的话，她基本可以闪躲开，而且很容易被她扎到，因为她有一个就是不可防御的一个技能。但是呢，我们是到后期可以看到她可以出现一个防御的图标，如果我们可以每一次都精准无误的点到那个图标的话，基本是可以在3到4下之内搞定她的。所以说大家在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不要一直在出拳，一定要等它出现这个图标反杀，这样子才可以通过这一个任务。我们就需要一个反击拳。有，对，这下还是挺重要的。那你给我发动技能的时候，我已经给你点红了，再点了又红。天哪，上来就掐。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我不就赢了比赛吗？至于吗？
用什么油桶，直接上去打就行了。废血了，对对对对对。有点多，但是没有关系。得从哪儿走？在汽油镇里面打得这么爽吗？反正我自身的那个条件都没有问题，又升到满级了。好怂啊！我们这个妹子也是关键时刻美女救英雄啊，而且力气还不大，奶子又大，简直太帅了。
这是什么？狼头，棒棒。There's someone you should meet. Who? It's someone from before. What do you mean you don't? 对的，就那个狗。There now, Dinky D, huh? We're all friends here, huh? Friends of him. 那个狗居然变成了，化成了一个人。He doesn't want to know about it, huh? Too afraid of the ghost. I just don't want any friends. A bit late for that, buddy. No right to cut yourself off just because you lost us. You will do it again, husband. And this time you'll do it right. Do you, crazy-eyed road warrior, take this wasteland concubine to be your lawfully wedded wife? I do. 他把他看成他的妻子了，狗狗给做中间人，你想什么呢？Scrotus, and now your blood nourishes the weak. My blood, may it burn through your veins. It scorches your soul. This guy, why did he get tied up and then pierced a vein? Yeah, go on, get out, now. Where is she, the woman? A concubine, out there in the underbelly. You owe her a life. Don't know why she cares for a shit sack like you. Keep walking, blood leech. Bloodleech, 任务完成，永生的敌人。关键吧。哦吼吼，蜈蚣。The car. Is it Magnum Opus? She's good, good and safe. But that stank gun, he done hit the big chief.Send back out into that wasted nothing. Yeah, that woman. Oh, this is our car. She'll know where it is. Oh, they call her concubine. They think she is fine as the big chief. Even she dwells down here somewhere. Yelling 者那里有，我们又可以接任务了。汽油镇我们基本已经算是攻下来了，是不是？Scrotus is tearing up the town for you. We gotta get out of here. I won. The prize. Where is it? If you help me, my daughter.You gave me the chance to free her once. She ran, aided by the old man. I never helped you. Don't. I see what's behind the crazy in your eyes. I will help you find what you seek. And then you will bring me my child. The big chief. I need it. Now. Through here.In Stankum's garage. You'll have to drive it out of there. I'll find you after. And you will do right by me. Now go! 嗯？就在这把我放出来了吗？
好悲伤啊，大首领。我已经把他们这儿老大都打死了，是不是我就可以接管这个地方了？开门，查，哇！吃水重啊，这是这边还放了一个水，我该不该拿呢？还是取点吧。哎呀，欢迎青龙。哎呦，我快被这个画面恶心到了。我刚刚想起了我刚刚吃的人肉包子啊，不，我刚吃的肉包子。再灌再灌，一点都不要剩。你好呀，这剧情又可以继续了呢。哇哦，拿这个东西嘛，开出来。哦，腰疼吗？站我旁边光看着就行了妈。分分钟的事情，就是怕小怪太多了。再难的我们都经历过，好吗？切！燃料，燃料，燃料。Up there. OK. 开嘛，直接。稍微费点血没有关系，加油。没有，刺客信条还能卡新手局。是不是有点懵逼啊？这个那个是胡工的那个车吗？就 V8 缸的那个，这车已经破成这个样子了。我特别好奇这个车还能怎么开。我天哪，这剩个架子了呀！哦，啊，开过了，不好意思。线路，撞我了，都撞我了！我天，可以啊！
我干什么？找你惹你了？吓死！直接开进去。我到家了，你还爬？Don't get too excited. We need to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Oh, yes, yes. It's Scrotus, the immortal. He ransacked the Pueblo. Yeah, but he thinks he's going to dismantle you piece by piece. I. 大破车。大首领和天使结婚的，让两个车结婚，然后他们造出来一个娃子叫做大首领天使。啊，我们要坐这儿吗？你确定不觉得烧吗？我看着都觉得好热呀。我麦克斯也是有一点沧桑啊。他在这个废土生存，只想有自己的车。大首领